首先，我们来调紫色。我们调一个嫩紫色跟一个深的紫色。那画花的时候，先从内瓣开始，一层一层的把它画出来。那现在再加的是里面那一层，它的花瓣是一层一层的长出来。所以一般我们要画牡丹的话，那我的建议最好是先从菊花练起，最主要是练习它一层一层的感觉。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花瓣的深浅的变化。一般花瓣在反面的地方，我们画的比较浅一点，那里面的地方的颜色深一点。那比较深的地方是我们调紫色。嫩紫色笔尖沾紫深紫色，然后再去沾花青，来画花心的地方。花心的地方颜色要很浓，一方面表示花瓣的明暗立体感，另外一方面就是将来你点花蕊的时候，花心的地方比较深，衬出来的话会对比更强烈，那这一朵花会更有精神。
十一朵花是比较侧面的。现在补的是它的花托、花萼。靠近花的地方的叶子要画嫩一点，所以我们调黄绿色，笔尖再沾洋红。那牡丹花的叶子它比较柔和，而且它这个一片叶子有些会分裂成三片四片都不等。用藤黄加花青调成黄绿色，
笔尖在沾洋红，这就是画嫩的叶子。那我们画的时候都是用洋毫笔，比较大的洋毫，因为它含水比较多。画叶子的时候要注意这个跟花瓣接触的地方，我们顺便把它修饰好，让叶子跟花很紧密的结为一体。像这个缝隙的地方要慢慢的塞进去。那比较这个长得比较久一点的叶子，就是我们用绿色笔尖沾花青，然后再去笔尖再沾一点墨。那沾墨的时候一定是不能搅动，因为你如果搅动的话，颜色就会混浊，就会脏掉。你看，我们刚刚就是沾的墨，马上就画了。这个叶子颜色的安排，应该下面的就是长得比较久的叶子比较墨绿色，然后上面新长的叶子比较嫩绿色，下面叶子比较重，画面看起来会比较稳重一点。再来，我们要安排这个它的花茎啊，它的枝干要怎么来安排在画面啊？当然，这个用笔要用中锋，对着这个花的中心点，然后再长枝出来。现在再加它的叶柄，牡丹花的叶柄是3x9叶，这个结构是不能画错的。三叉啊，
现在用洋红调墨，我们要来勾勒叶子的经脉。趁着这个叶子未干的时候，我们把经脉勾起来，这样的话它这个经脉跟叶子比较融为一体，会比较自然。假如干了以后再加的话，就变得生硬。这个叶脉也是勾的时候要柔和，因为牡丹的叶子它比较柔和，不会很生硬，像玫瑰的叶子就很挺，就画法就不一样。我们要了解这个它的生长的结构跟它的 这些枝叶啦、花朵各方面的特征，我们要抓住它的特色出来，而不能千篇一律的每画每种画都是一样的笔法。所以我们画牡丹一定要去看牡丹，画任何花卉一定要去观察，经过观察以后你再画出来，这个绝对能够画出它的特色跟它的美感。再来，我们要加它的木质部。牡丹它是底下是木本，上面是草本，就是春天的时候长出来的，它是属于草本的位置。啊，底下的是木本，啊，牡丹是到了秋天以后开始慢慢枯萎，然后。当年生的这个草本的地方，这个会有一部分木质化。我们现在要画一个花苞，
再来它的花的萼片、花托，这一朵的这个叶子的话，我们就在这个缝隙里面啊，塞到这个缝隙，但是要注意它的疏密，不能把这个空间都塞死了。这个是芽鞘，这是发芽出来的那个芽鞘。也是趁着未干的时候，我们用洋红调墨，比较嫩的叶子就是洋红多一点。现在我们加那个用白色跟黄色调的这个粉带粉的黄色，我们来加花蕊。
上面的地方我们准备来补一朵淡一点的花苞。那这一朵我们先把花托跟花萼先画起来，它比较小，可以先画这个。那这个我们画红色的，比较后面我们画淡一点，虽然淡，但是还是要深浅的变化。我们准备在这个绿色的叶子的缝隙里面再补一朵后面的花，那这样的话这个地方会色调上会比较有变化一点。这一朵是被叶子遮掉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利用这个红色在绿叶里面啊，让它互相衬托，而且增加变化。然后之后，我们再把后面的枝干补起来，它就比较淡一点了。
这是完成以后